青鸟格纹是我蛮喜欢的，然后高腰的阔腿裤是我一直都非常喜欢的，还有就是香奈儿最经典的斜纹软呢的外套。Chanel 是注重外柔内刚很中性的那种特质，我觉得是我和 Chanel 还蛮契合的。我今天这一身都是Chanel 高级手工坊巴黎纽约系列的，那上身是斜纹软呢，然后下一身配的是皮裤，对，就是很帅气。今天的妆容亮点就是口红啦，那我用的是香奈儿最新的炫光唇膏，就是不管薄涂还是厚涂都是妆感不一样，我蛮喜欢的。